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听从主的教导，建立美好的家庭，孝敬父母。以弗所书六章二节，要孝敬父母，何你得福，得世长寿。这是第一条带应允的诫命。古代日本善车家庭有献祭老人的习惯，一摆一个更加一无所有的囝儿，背着伊的老母向山顶去，准备要将伊的老母献杀伫山顶。一路上，老母不断的啊，手机献放咧涂骹，囝真假无奈何的问。你点点去打手机做甚物呢？都要死了，阁安尼无闲。但老母回答讲：囝，我是为了伫即个深山林天时内，互你会通找到转去的路。囝听了，一时拢袂掉，目屎亲像雨落来。安尼，阁将老母陪倒转厝内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母爱伟大，难以用笔墨来描写。孝敬父母，理所当然，也是圣经的教导。做儿女的，理当感恩回报父母的恩情。做一个感恩的人，愈感恩愈喜乐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赐予阮慈爱的父母，无时劳苦，养育阮长大，因劳心劳力的付出，阮毋通忘记。求天父赐予做人父母的有健康的心心灵，为了子儿。晓得感恩，伫父母年老软弱时，会晓照顾伊，予阮有一个快乐幸福的家庭，享受你的恩典，甲你所应允的福分，予阮一家成为美好的见证，荣耀你的圣名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